有人要搬进来啦！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来我们的从零开始的异岛生活。今天是第三天了。哇，商店开幕了，赶快进去看一下。哦。赶快，服饰店也要赶快开哦，很开心。比想象中的更近，所以其实是很近的离岛，是不是？假装要开飞机，其实只要游个泳就可以到的距离。他们都好赶哦，无人岛现在才住三户人家，然后他们就要来这里开店了。这个音响跟面纸居然是同色系的，那现在是十二月的关系，还可以买到这个袜子，哇，也是同色系的，是叫我要走这个风格吗？虽然我也是不讨厌了，我来看看，哇，现在可以买的东西变多了，这些方程式好像是应该先学一下，那我来买一个。棕色大厅的壁纸跟这个自然风地板，那这些棕色的家具呢，也来买一下，我们来布置一下房间。反正我们一开始呢，就是尽量的啊买东西。这样之后呢，我们网购啊就会比较方便一点了。这样子房间看起来是不是有比较气派一点的呢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慢慢的来收集家具吧。耶、yeah, 我们第一次的做了室内摆设。耶、yeah, 室内派的类型哦。就是说够宅了，来去跟阿姨打声招呼。对呀、啊，耶、yeah ！真的哦，你一定要过来哦。我没看过你进来我房间里面过。博物馆正在新建中，那这样呢，明天就可以看到博物馆开幕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什么事呢？嗨，还在讲电话。你看，他的高尔夫球杆，不知道从哪里赚来这个钱哦。呵呵，应该就是我找的那三位吧。对，我听到了。
太好了，那三个其实都是我找的。怎么啦？嗯哼，很正常啊。哈，所以要叫我做的就是了。噔噔，哎呦，很好意思哦。噔噔一下，然后就要来要求我了吗？哈。啊？真拿你没办法哦。好，我现在就来问，要做什么好呢？哦，参加典礼，我们晚一点好了。哦，要先架一个桥，太好了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个桥吧。这个桥就只能做一次哦。我们要先做四个原木桩，四个原木桩，原木桩在哪？这个、啊，所以要四三十二，十二个木材，继续砍树啦。喂，不是吧？借躲一下哦。哎呀咦，好可爱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我要等一下马上来邀哦，邀新人。这个桥就这辈子只能做一次哦。之后都只能靠黎克自己做了，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看桥要架在哪边好了。我觉得这种木头桥啊，其实很适合就是架横的，直的它好像比较没那么好看，所以可能，大概在 D3 或者 E3 的部分，我们来架一个横向的桥好了。那以位置来说呢，架在 D3 的位置，应该会比较便利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去那边架桥吧，也就是这边这一个地方刚好很直哦，那我们就架在这里啦。想象一下吧。很棒很棒，就在这边了。嘿，来跟尼克报告一下，桥架好了。有，设置好了。房子的准备。现在啊，马上来。要做什么好呢？好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找这三栋房子要盖在哪。阿姨跟火鸟都住在这里嘛，如果让他们就这样子隔间的一直住一整排呢？哎，好像可以哦，这边一整排都是。那我们就帮阿姨挑个新邻居吧。一号地，搭建在这里吗？哎，有要那么大吗？房子有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吗？想象一下。太大了吧，重新考虑，好像要再后退一格是不是？想象一下，
怕。我觉得有点太大了吧，它那个范围。OK 咯。哎呀，谁打来的？嗯哼，找到一间了。他根本是用监视器在监视我们。那我一找到土地，马上打电话过来。这一个室内家具要什么？梨子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是阿盼的房子，对对。石凳子、石桌、晒衣绳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做这个梨子衣柜、梨子床铺。我们还要做这个，哦，这个要五个粘土，哇，又要挖石头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做梨子床铺，先做吧。梨子衣柜要五个木材，我们要再去砍木材。一边捡梨子，一边砍木材咯。哎，阿姨要不要来帮忙啊？当做健身嘛。就他就这样坐下来了。哦，梨子衣柜也完成了。那再来 on 的话需要粘土。哇嘞，这辈子没有这么想要粘土过。石凳子、石桌，这两个呢，也可以用刚挖到的石头来做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不知道哎，赶快教我！快快快快快！好需要。好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用表情了。石凳子完成，还有一个石桌子，也完成。再来，我们剩下晒衣绳跟晒衣绳，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十个树枝，好。再来是晒衣绳跟 on 的话还差四个粘土，材料问题啊。室内的我们要投进箱子，室外的呢我们要摆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只好先乱摆咯。石桌子这么大呀，晒衣绳就放在阿姨她家旁边好了。先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再缺一个哦。嗯，这边的杂草我都还没整理哦。我这次呢，打算说，有要用到的地，我们再来整理；没用到的就先放着。这样子之后我会比较好规划。四个粘土。粘土，我要粘土，没有粘土，粘土太难拿了吧？哎，缺三个，岛上应该还有一块石头可以挖哦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来找一下。
看来不在第一层哦。哇，这边岛上原生是长玫瑰花哎，好漂亮啊！针叶树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对面。哇，欸，我弟选的这个原始地形也太好看了吧！它这里就有一个瀑布哎。三个粘土，再两个，再两个，拜托！啊，没有了！哇，粘土率也太低了吧！你们可不可以给我粘土？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感觉好像可以偷看呢、啊？可以从下面的缝隙偷看到哎、欸。这里有木材啊，有油漆之类的东西，之前好像没有注意到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那个混凝土，自己岛上既然没有粘土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挖吧。外岛的粘土几率就很高哦。看，你看，要粘土就来出岛挖吧。在本岛哦，只会挖到石头一堆啊。有了，粘土够了，太棒了。耶、yeah!拿到什么？东方风矮桂，还不错，不知道会是什么颜色的。如果呢是茶色的话，刚好可以放在我的房子里。哎呦，我发现河里面的鱼好像都是一样大小的，我来钓看看哦。该不会都是黑鲈鱼吧？请回去。害我以为是什么大型的鱼嘞。我们先回家，我们先回家放素材哦。东方风矮桂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噔噔，哦，是红色的，也不错啦。这边多的东西可以放这些杂物。就是红色加咖啡色的概念嘛，这个房间。耶、yeah ！赶快来提交。太好了，都凑齐了。这样子呢？阿盼应该会先住进来了吧？哎，老头，我已经做好第一个房间了，很顺利哦。赶快赶快安排。
哦，太好了，那我去看一下哦，应该是阿盼。以家具的类型来看呢，应该是阿盼没有错。耶、yeah, ，恭贺成交！耶、yeah, ，阿盼，太期待了。好，那今天在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来参加一下狸猫商店的开幕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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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总不能穿这样子参加吧？真不好看。当这样比较正式一点哦、喔。来参加典礼，我要参加。哇！耶、yeah, ！火鸟可以站进来一点啊。嗯哼。哦，豆梨是哥哥，拍拍手。超棒的！好啊、哦！哟，棒！哇，好开心哦！好了，那今天第三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再把这两组的房子给做好哦。那下一次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新邻居搬过来啦。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